然后地瓜桥。有厕所，有厕所，有水。湖边它就是马上就有一个活泉水。是没错，可是那个还是比较好啊，厕所又干净。这边的厕所都很。跟收费营区差不多了。这边的厕所也很干净啊。哈哈哈！那是自然，天然，它挖洞。哎呦，有彩虹啊！我看到。